到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可以体验当小园长。听过这个消息，同学们赶紧前往，生怕错过了这个好机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读书郎儿童智能手表独家冠名播出的快乐体验节目，我是一天。大家好，我是金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宁波雅戈尔动物园。首先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站在我们身边六位非常可爱的来自于宁波市鄞州区首南第一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走进动物园，和动物们成为好朋友，体验一天动物小园长。天哥哥，特别的兴奋。你觉得作为动物小园长，他的工作职责是什么？那一定是要管好所有的动物。对。啊，你们认为呢？来，你说一下。我觉得应该珍惜每一个动物。我觉得应该更好的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想要吃什么。对，来，应该先了解动物它的习性，然后再去更好的饲养它们。嗯，就让动物们在动物园里过得更快乐。要从的每一个方面去精心的，要全面的去照料它们。说完这些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马上就成为这个动物世界的国王，特别的有自豪感？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体验和我们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没错，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大家。首先我和一天哥哥就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个困难，那就是有一位非常可爱的朋友，他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的名字叫做小米，他就是海狮小米。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练字儿了，不写字儿了，那怎么办？接下来六位小队员要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作为动物小园长，你们会怎么办呢？好的，事不宜迟，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紧张刺激的体验活动吧。耶、动物也有闹脾气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夏天来了，动物们也怕热，防暑降温有什么好办法？动物们也要体检，他们也爱玩各种玩具。到雅戈尔动物园体验当小园长，谁将胜任？宁波雅戈尔动物园的书法大师海狮小米一直勤学苦练书法，他能够写很多字呢。今天怎么了？仔细问驯养员，原来动物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像人一样也会发脾气的。同学们想尽各种办法逗海狮，给海狮喂鱼，给海狮表演拿手好戏，他们的办法管用吗？小米会开心吗？看到没有，这是谁？小米。海狮。那我们先要喂小米一点吃的，好不好？他要的只是鱼，他不会吃你的。看来鱼真的很美味，对不对？他好可爱啊。好。好，怎么样？既然每个人都会逗别人开心，那我们就逗逗小米开心，好不好？好的，好的。好，先从金豆哥哥这边来吧。啊，好吧，来来，你第一个，注意安全啊，这地比较滑。哇，小米，哎呦呦呦呦，该你了，小米，看这边。小米，请拿笔。那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个猴年大吉呢？大好。好厉害啊。哇，金豆哥哥他真的好棒啊。经过小伙伴们的一致努力之后，终于让小米开心了，写下了猴年大吉，任务完成成功。耶、哇，哎，金豆哥哥，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如果我们人类一是可以有空调房，对，二可以有电风扇，再不行我们还有手动的扇子，那在大自然中这些动物们怎么避暑呢？所以接下来这个任务就要考验这些动物小园长们了。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的话，你们该怎么办呢？对呀、你该怎么办？棘手的问题。我会给那些动物们安个水池，让他们自己游泳。我会给他们吃那些降暑的东西。我会给他们造阴凉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避暑。那你呢？我想用水枪给他们多洗洗澡，每天给他们冲啊冲。正南，我就是想把他们到转移到阴凉的地方去。会在养他们那个地方种多种一些树木，然后呢制造一些阴凉。
接下来呢，我们两个要分头行动了，我们要给大象来降温。用什么方法来降温呢？就是用吃西瓜的方法。你们这边呢，要给大熊猫来降温，看看两队小选手的表现到底会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动物校园长呢？出发喽！ Yeah！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队在给大象防暑降温的过程当中呢，要跟它进行一场友谊赛。友谊赛的内容就是吃西瓜。咱们这队吃一个，让它吃半个，怎么样？为什么纷纷摇头？你们要吃半个，让它吃一个，是吗？你们觉得这样公平吗？公平，公平。你们三个人，人家才一头大象，大象一口一个。大家好，我叫刘云飞，别看我身材宽大，但我这叫壮。我的爱好是看书。看我这400度的近视眼就是看书看的。我最喜欢的书叫《动物图鉴》。在这本书里面，我知道了有许多动物正在灭绝，如大熊猫、金丝猴。因为这些动物快灭绝了，所以请大家和我一起保护它们吧。好，来拿好，这是你们的啊。大象呢就在我的身边了，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叫伊桑。来，做好准备。来，圆圆的大西瓜，大象竟然一口一个，惊呆了金豆哥哥。一只大象吃一个西瓜，三位同学啃半个西瓜，这种比赛对大象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谁会赢呢？伊桑，你好棒，加油！倒数3、2、1，时间停。这边已经吃完了啊，哦，那边也吃完了，可以说是打成平手，打成了平手。刚才我们这三位同学呢，和大象打成了平手，奖励你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大象，喂香蕉吃。来，慢慢的啊。来，一个个的，云飞先来。好，来下一位。和大象那么近距离接触，感觉怎么样？大象鼻子卷的我。是不是看童话故事看多了？没有。来，云飞。那个喂大象的时候，象迫不及待的想吃那个香蕉。看上去它很热。来，静茹。突然觉得大象好贪吃啊，刚吃了一个西瓜，又吃了这么多水果，胃口很大。经过我们的努力之后，终于为大象朋友防暑降温了，也希望你能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金豆哥哥带着同学们给大象喂西瓜防暑降温，一天哥哥那一队给怕热的大熊猫准备做什么呢？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到熊猫平时生活的地方，这里面我们怎么想办法让它来降温呢？我觉得应该这里有个池子，我们可以把它利用起来，然后给它洗干净，给熊猫来洗澡。大家好，我叫方佳杰，今年14岁了。大家别看我个挺高，人还挺壮的，其实我才6年级呢。至于这个体重嘛，就先不告诉你了。我的爱好也挺多的，有阅读、美食、养花等等。我养小动物这件事值得一提，我以前养过小白兔、小刺猬、小金鱼等等。去年我养了一只小仓鼠，它叫嘟嘟，我每天与它玩耍，给它喂食，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这就是我一个爱护小动物、喜欢小动物的我。就像我们小朋友平时玩的游泳池一样，对不对？哎，这个主意很好，那我们就赶快行动吧，好不好？来，加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蓝队的同学怎么来给他做游泳池。来，冲冲一下，整个面积都冲。游泳池刷得干干净净，放满了水。这个夏天，大熊猫可以舒舒服服在水中玩耍嬉戏了。好，先看它吃不吃。哇哇，它吃。哇哇，好像已经过去了。哇，它要下水了，看。
吃的好开心啊，你看。那你的给我吃一点。哇，你的给我吃一点。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球呢，就是平时熊猫他们最爱玩的球，所以我要把这个球扔到他们的游泳池里，好不好？好，好吧。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扔得过去啊！来，一、二、三，哇！哇、哦！过来，过来，过来，进来，下来，加油，加油！哇，我们熊猫大管家这个工作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啊，怎么样？感觉熊猫怎么样？啊，我感觉这些熊猫特别喜欢摔跤这个运动，特别爱摔跤。你看现在还在后面摔跤。好，豆生男，你觉得这些熊猫可爱吗？原来这些大熊猫那么灵活呀！啊，特别灵活啊，但是它们实在是太顽皮了。看到没有？它们时常的去你们准备的这个游泳池里，他们可以达到防暑降温的效果。应该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成功，耶、yeah! ！哇，太棒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亲密接触的是哪种动物呢？鸟。鸟，没错，我们有一个非常专有的名词叫丰容。你们猜猜丰容是什么意思？丰富内容。丰富内容，好聪明啊！看来他之前就有这方面知识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动物呢，就是犀鸟。犀鸟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犀鸟呢，它是一个性情非常温顺的禽类，它的头啊长得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因为它的脚趾非常的有力，所以抓在那里的时候呢，非常的牢固。还有一点呢，它吃东西的习性呢，跟一般的鸟还不太一样。它呢是抓住之后，然后高高的抛起来，然后用嘴接住。所以非常的好玩。为了丰富它的生活，也就是丰容呢，今天我们带来了美食，还带来了它的一些个游乐设施。套圈，对，这是套圈。然后那边是什么？轮子，滑轮。好，这边呢？哦，我觉得这应该是它一个相当于小丑的一个鸡蛋。这边？这个应该，这个葡萄应该是逗它。啊、哦，逗它玩的。好的，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对，赶紧看看犀鸟究竟长什么样吧，好吗？犀鸟是一种奇特而珍贵的大型鸟类，一双大眼睛上长有粗长的眼睫毛，最古怪的是在它的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盔凸，就好像犀牛的角一样，所以得名犀鸟。我们先用美食吧，先跟它那个搞好关系，好不好？你看一说美食它就来了，看到没有？来看，哎，哇，切得好准。哟，两个人在抢，哇，看来两个人哇，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哦，他们是这样吃的，因为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把这个葡萄给夹碎，两个人一起争抢的时候，葡萄自然就碎了，是这样吗？而且他们还榨出了葡萄汁，他们俩感情比较好，都要相互的给。哦，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对，你们觉得犀鸟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睫毛。睫毛真的好长，从侧面看睫毛好长。除了睫毛呢？冠也很奇葩。还有，对，还有他戴的这个帽子也是很有意思。哎，扯开了，扯开了。好，一人一半。哦，那个应该是他弟弟。对对对，真是弟弟。对，这是兄弟两个。兄弟两个。我想问一下，他的眼睛为什么是红色的？这种鸟就是雄性的，这个眼睛是红的。雌性的是白的。那这样，我们的任务呢也来了。两队呢，每位同学各拿一样食物，三个同学，然后我们看看到底谁能够先把这个自己手中的食物喂给他们吃啊。我们先从蓝队开始，好不好？来，蓝队，吃掉了。对，太棒了。好，豆生男，哇，你要提醒他一下呀。对对，好。哇，又是弟弟吃掉了。来，接下来你们来喂。好，还有最后一位。哇，好，他们已经享受到了丰盛的晚餐了。之后呢，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文娱的玩具。那这样，我抛到中间，让他们自己去挑选，好吗？来，给谁呢？圈，看看他能往里放啊。好，来，三二一，走。哇，葡萄不用。好的，我们小园长已经把
准备的各种体育用品啊，体育用品对，留给了他们，可以让他们在闲暇之余好好的玩一玩。小园长们做的都非常的棒，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金豆哥哥、一天哥哥带着宁波鄞州首南第一小学的同学们，将贪玩的鹦鹉领回家，给动物们体检，他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吗？别走开，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接下来啊，有一个艰苦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大家。哦，什么任务？因为刚才啊，鹦鹉饲养员给我打了电话，好，说他太贪玩了，不愿意回家。好，怎么办呢？对，小小动物园长们要看你们的表现了。是啊，你们有没有想到好的办法，怎么让这个鹦鹉回家？你说，逗鹦鹉开心，然后让它需要家是多么的温暖。我觉得应该给它们一些食物，让它们自己主动回家。既然它贪玩，就在家里摆些好玩的，让它在家里玩。马上体验一下如何让鹦鹉回家吧。金刚鹦鹉是色彩最漂亮艳丽的鹦鹉，也是体型最大的鹦鹉，寿命可达65年呢，简直和人一般长寿了。有些金刚鹦鹉还能学会用柔和的声音模仿人类说话呢。贪玩的金刚鹦鹉不愿意回家，同学们采取什么办法能成功呢？现在呢，我和一天哥哥手中呢就有很多的美食，有什么呢？有苹果，有玉米，有鸡蛋，有香蕉，然后还有五谷杂粮做的窝头。所以接下来两队要分别挑战了。一个接一个的上，如果要一个人完成了把鹦鹉放回家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呢，后面同学就可以不用了，明白了吗？看看哪队可以率先的完成。好，你来先选择食物，选择玉米是吧？每次可以选两种食物，选择第一种玉米，第二种是苹果。好，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看你如何把鹦鹉请回家啊。快过来，他先用食物和他们更加的亲近。看他们不搭理他，他就把食物放在了树干上。玉米其实不是很好放。他们搭理你吗？不太搭理。过来。哎，对，吸引他，吸引他，对。在这里，在这里。他们已经转过来了。你唱唱歌跳跳舞吸引他们一下。啊，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来，邓希，你来挑选两样食物。哎，选窝头、玉米。刚才感觉怎么样？刚吃了一下苹果，他们是最喜欢吃，最喜欢吃苹果。对，他们只顾着吃了，也没有回家。对，邓希，看看邓希，邓希怎么样？靠近一点。邓希的方式是给他简单尝一尝，然后他再把那个东西放在他们家门口。挺好的方法，这就是很好的方法。邓希加油！邓希在逐步的把自己身体往后撤，想把他们吸引过来。好，我们看到邓希为他们简单的吃了一些食物之后，就把食物放在了他的家门口。好了，行了，回来吧，邓希。回来吧，邓希。邓希也没有成功啊。那接下来谁？你来，来选择两种食物。他选择的是窝头和苹果啊。他把食物一点点的放，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食物一直连到他的家。那个鹦鹉啊，虽然吃两口，但是他吃完两口要退回几步，吃完两口退回几步。好，回来吧。好，好，我们这边蓝队，斗胜男。胜男挑哪个食物啊？我不打算挑食物了。哦，为什么？因为我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把它。好，独特的方式，来来来。哦。他在拍手，吸引他们注意，不太奏效。最后是谁？来，斗胜男。哎，这个鼓掌有用吗？我觉得有效。我觉得有用。对。但是呢，你并不是让他回家，而是他在野外这种表现，你觉得很棒，你们就这样待着吧。但是我觉得胜男给我们开辟了另外一种新的方法，食物不管用，然后就用这个声音来刺激他。对。最后各队还有各剩一位，要不两位通力合作一下，加油好吗？王佳杰，合作一下。来，用什么方法想到没有？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木头，
能不能？哦，用竹竿敲木头。哎，也是用声音的方法。好，我们注意看啊。啊。哎呀，太好了！你看，哎，已经有鹦鹉进去了。哇，全部都已经回家了！来，成功！耶！来，两位同学，赶快回来吧，回到队伍当中。好，回到队伍中。给小动物称体重、量身高、测心率，对动物身体数据进行收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动物的生长发育。想当一名合格的动物小园长，当然得关心动物的成长，掌握动物的第一手资料。哇，我们得小声一些，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看到没有，金豆哥哥和我身边都有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当然了，还有这是什么？羊驼，羊驼，这只羊驼很不听话，所以你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就有难度了。我们都知道，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就要进行体检，检查一下我们身体的各方面的健康。所以在动物园里，你们要作为小园长，也需要检查动物的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测量我身上的环尾狐猴，还有矮马，还有那边不太听话的羊驼，它们的身高、体重和心率。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动物朋友，到底是什么呢？两组同学要加油了，我们分头行动起来。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两种动物进行体检了。为了你们更好的完成任务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卢老师。卢老师你好。你好，卢老师。我们看到卢老师提了一个箱子，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好吗？好的。好，我们一起来打开一下。好，我们来看看，看到这有剪刀，还有针管、针头，药。然后我们再看看下面这层。哇，这是听诊器。听诊器。这就是测心率的吗？对对对。哦，明白了。还有尺子，还有一些药品。药品，棉花。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卢老师，我们要给动物测心率，测它的身高和体长，和我们平时小朋友自己做这些体检有什么不同呢？他嘛，一般就是听心率的时候，就是要找准它的位置。哦，对。这个一个是它这个身高呢，它和我们人不一样，它是四条腿去着陆的。对。要从它的头部，要照到。再量到地下才行。哦，从头部到地下。对。哦，那如果这个羊驼的身长怎么去测呢？是从头到脚，还是头到尾巴，还应该是怎么样？一般的吧，我们就是从它的脖颈前边到它的屁股后边这个距离是它的体长。哦，脖颈的前面。对。就是它的前侧，一直到它的。屁股是他测他的身长，对不对？哦，明白。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蓝队的队员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怎么给他做体检。那问一下三位同学，你们分别负责来测什么？我就负责测量他的从颈前到屁股那一段的身长啊，测身长。窦申南，测身高。测身高。啊，邓鑫，那我就测心率吧。你测心率，好的。那首先来测身长好吗？来，好，先喂他点吃，增进和我们的感情啊，这样呢他才不会戒备心那么强。这个好难测呀，它一直在不停的动。对，好，一米的地，差不多是一米的地方。身长是一米。嗯，好，差不多。身长是一米，窦申南现在要测的是身高。野草，哎，这是野草。你看，其实测身高也不容易。体高是90厘米。体高是90厘米，什么数据？身高是136厘米。身高是136。窦申南已经完成了这个测量身高的这个部分的工作。那接下来是邓鑫，邓鑫你要做的是找他的心脏。找心脏，哇，说的非常好。我们测心率最重要的就是找心脏。先把听诊器给你。非常好，
是这样的。好，蛋西在这个位置，你看，对，再上下来一点。蛋西，听到了心脏跳动的声音没有？没有。和第八肋骨之间的。蛋西准备啊。蛋西，你要数一下啊，你跟他心脏的那个跳动声音，你来数一下数，好吧？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好，可以了，和我们的这个秒针是同步的。好，问一下刚才测心率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刚刚邓西同学一边数我一边看，发现羊驼的心率是每分钟60次。60次啊，那问一下罗老师，我们这个羊驼，那平时一般羊驼的心率是大概是多少？一般都是60次到80次之间。都属于比较正常的。对对对。那很好很好，那证明我们这头羊驼还是蛮健康的。好的，我们已经测完了羊驼，接下来看一看矮马的心率和身高是多少。好的，那接下来呢，蓝队的分工有变化吗？有，我是测心率。我测身高。我测体长。好的，那先测什么呢？先测体长吧。好，先测体长。来，好，我们看看体长。那他这个测体长的时候应该测到他的尾巴。好，133是吧？好的。好，那接下来要给他测身高。那矮马这个测体长和刚才羊驼还是有些不一样哈。对，有点差别。这个身高和那个是一样的。它是量它的头部的那个最高度吧。这是矮马的身高102厘米。102厘米。好，方姐，你认为这个矮马的心脏在哪里？我觉得应该也是跟羊驼差不多的地方。好，现在方家杰在找心脏的位置啊。所以他要看一下10秒钟究竟是多少次心跳，我们就知道矮马的心跳的数据。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好，刚才已经测完了，在10秒钟跳了15次，也就是说在1分钟他要跳90次。那问一下卢老师，矮马正常的心率范围一般是80次到120次之间。那现在他这个心脏的心率啊是正常的。对。好，非常好。好，来问一下我们蓝队，你们最终测的矮马的结果是？矮马的心率是90次一分钟，身高是102厘米，体长是133厘米。蓝队就是这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金豆哥哥队的表现吧。一天哥哥带领同学们顺利完成了给羊驼、矮马的体检工作。听说呀，金豆哥哥那一队将给一个神秘动物体检，会是什么动物呢？刚才呢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有一位神秘的动物朋友，对不对？到底会是谁呢？大家往那儿看。这位呢是黑毛的家长，就是平时来照看黑毛的。站在右边呢是我们的卢医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三位动物园小园长要在卢医生的帮助之下来测量蟒蛇朋友的心率和他的体长啊，你负责来记录数据，你们俩来负责测量，行不行？来，我们先量体长吧。现在呢是在兽医和我们饲养员还有小朋友的共同努力之下把这个蛇要抱起来，但是蛇抱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并不听话啊，它有的时候会弯弯曲曲的。对，一定要让他身体保持腿保持要长。差不多了。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现在是2米几，2米8。如果要是加上中间这样一段误差的话，应该是有2米9的身长。你看一下对不对？现在是到这边是2米8，刨去一些个中间的差，应该是有2米9。体长2米9。刚才我们测了这个蟒蛇，它的体长呢大概是2米9。我们人的心脏的位置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在什么位置？这里，在左边左胸腔这个位置，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吧？都知道。但是蛇的心脏不太好找，这得问一下医生。卢师傅，蛇的心脏在哪里？蛇的心脏一般在它的体长的前半部的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就是把这个蛇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从头算起，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处。对，哦，那你赶快找一找，这个位置你要来找一下，有没有咚咚咚的心跳？没有。这个应该是在下边的。哎，好像有感觉了啊！这里有是吗？行，那行，那现在来弄好，我给你计时啊！我说开始，然后你就有没有了？来，我帮你听一下好不好？来，我帮你听一下，三分之一处到四分之一处，心跳非常微弱。声音一定要保持安静啊！刚才我在给这个蟒蛇测心率的时候呢，我没有读出这个数来，因为我怕我一读出数来之后会干扰我自己的听力。心跳非常的微弱，而且呢是时有时无，我会根据它的那个平均速率，最后测量出来的是半分钟跳了19下，一分钟的话应该是38下，它的数值是范围是多少？一般是35到65之间吧。啊，也就是说这个38下是属于正常范围的。对对对对。好，那么证明它现在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那我们对蟒蛇的体检呢，算成功。好，那谢谢我们的饲养员。紧接着，金豆哥哥一队将给环尾狐猴体检了。环尾狐猴属于灵长类动物，脸看上去像狐狸，身体却像猴子。那条黑白相间圆环的长尾巴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给果果体检的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静茹，你来负责指挥；云飞呢，你来负责记录；志强，你负责测心率，好不好？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身边的卢医生啊。首先要干嘛呀？要测一下心率。测心率，来，志强，问一下医生，他的心脏在什么位置？他心脏在什么位置？就在他腋窝下面。准备。计时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4 34 35 36 37 38 85 35 56 57 58 59 60。停。刚才我们记的是20秒钟，是63下，63下乘以3的话，33得9，361，189下。他有那么快的心率吗？对，他在这个应急害怕的时候，他的心跳特别的快，特别的快。也就是说，他现在应该是比较害怕，因为有这么多人在他身边，是吧？对对对。他正常的心率是多少？一般120次左右吧。120次左右。没想到给这个果果体检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我们要好好的安抚一下他，好不好？啊，果果，没关系啊，咱们都是好朋友。慢慢的，哎，有没有吃的？啊，有吃的啊，来吃个小枣。哎，对，好吃一个。对，我能摸摸他的手吗？可以的。哎，你的手好的感觉，小肉垫垫。哎，他的手好好玩啊，小肉垫垫。啊，哎，东西也吃了，我们也握手了啊，不要着急，我们再测一次心率啊。来，现在给你放在这儿，我们要测心率喽，能听到吗？好，计时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3 24 25 23 27 28 29 30 31 32 34 停。40下乘以3的话是126。对，42乘以3是126，126就是它的正常值的范围，是吧？说明它现在身体非常健康，而且呢也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那种陌生感、那种紧张感和害怕感。接下来就要测它的身长了。这边来，卢医生帮帮忙啊！来，云飞，你要和医生共同来测。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帮忙。90厘米。好，那么经过体检之后，我们的小果果他的心率是，126每分钟。他的身长是90厘米。
90厘米，是正常的。对啊，非常开心，给果果做了一次非常快乐的体检。小家伙要健康成长哦，来握握手，握握手。哎，对对对对，哎，好。两队同学今天都充分地体验了动物小园长一天的工作，应该说他们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这样我们来问问他们自己好不好，你们认为自己是合格的动物小园长吗？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动物小园长。哎呦，很有自信。我本来就是。对，方佳杰，我天生就是动物小园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见证了这六位来自于宁波首南第一小学六位同学的精彩表现。他们每个人都很有爱心，团结合作，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是，我们知道地球上有5000多种濒临灭绝的动物，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再见。